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K-Coffin。 我们今天是访问到很厉害的老师 The One。 大家好，我是郑俊宇。大家好，我是郑俊宇。梦不回来，不回来。좀긴시간이걸리긴한데짧게가장좋은방법은단기유효의방법과시물많이먹고잠많이자면서목소리를크게내야되는거그리고목소리를다양하게내는거그냥뭐아아아아아아아어어어아아아아허허허이렇게한여섯가지정도로분리해서앞서말한목소리크게내야된다그랬잖아요아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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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점점크게내는걸연습해서나중에노래에딩하이코더샹인이렇게사람누구나자기가낼수있는최고의 높은소리가있고센소리가있잖아요그기준을미리판단해서그기준을넘지않게유지하려고노력을해요그래야목이잘안쉬니까그리고녹음할때는모든사람들이듣는녹음용이기때문에감정의오바를좀덜하려고해요노래는성대라는구조는소리를많이내면낼수록누구나약간그렇게샤샤한소리가나올수밖에없게돼요그래서그런느낌도내게하려고노래를많이했었던결과인것같아요그래서뭐자기가가진목소리중에샤샤한목소리맑은목소리굵은목소리그런거를좀이렇게정리를잘하는게제일중요하죠뭐굳이제가맑은목소리낸다고치면딩아이쿠더샹인이게맑은목소리고뭐샤샤한소리가치면딩아이쿠더샹인그다음에뭐가벼운목소리라고치면稍微轻快一点薄一点的是这样的哇이렇게여러가지就是这种各式各样的好的我今天回家就要练沙沙的声音依赖我的爱像一个你不是一万句爱你的我还在这里如果你听到这首歌曲就像我们的心里我的爱永远等着你안녕그대가준걸아이쿠真的很可爱